吧。啊。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一集呢学知这个阿狸的大抱枕，这个呢可以当抱枕使，这是一个大的，这个呢是一个小的，一个大一个小，小的呢可以给宝宝玩，大的呢自己玩，这个可以当抱枕也可以当包包。现在这个抱枕里面呢装了很多的这个泡泡棉，在阿狸的耳朵的这个中间呢，看一下一个小拉锁，咱把拉锁拉开，看一下里边。里边呢是这种泡泡棉，这个泡泡棉呢在叶子的淘宝店里也会有卖的。如果把这些泡泡棉呢全部都拿出来，全部都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这块呢就会有一个背包袋，应该叫拎包袋。哎呀，往后一点，有一个小袋子，两个。这个小袋呢就可以用来当小挎包，这样子。天冷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它当一个小包包挎着，也可以把这个袋呢弄得长一点，可以背着。看得清吗？这样子的，不用的时候呢把棉花放进去，然后把背包袋也放进去，把它拉上，这样呢就是一个漂亮的抱枕了。好，咱们现在就开始来学习吧。好，现在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所需要用到的工具啊，毛衣针。毛衣针呢最好是用 6mm 的，因为织起来呢比较紧，洞比较小，这样不容易往外那个跑毛毛。然后阿狸的眼睛一对，然后鼻子一颗，记号别针一包，然后还有线，红颜色的线呢一般是用四球，阿狸脸的颜色呢一般呢是用两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阿狸呢都是由几片组成的，阿狸的头是由两片组成，一前片一后片，然后呢需要阿狸的脸，然后需要两根背包绳，可以如果孩子的呢，如果是小号的那个呢可以用一个背包绳就可以，如果是大号的呢建议用两个背包绳。然后耳朵，耳朵的后片呢是直接一个纯红色的，前片呢是粉色加这个脸的颜色，用的是在这里，一会儿叶子也会教大家。这个耳朵是一样两片，后边呢是两片，前面是两片，缝在一起的。这是基本上这个阿狸的这个包包的一个构造。现在呢咱们看一下图解。叶子这个图解呢画了两个型号，一个是小号的，一个是大号的。小号呢起32针，大号起42针。整个编织呢只用上了这个加针和减针。大家要学会看这个叶子的图解。图纸呢，那个所有买阿狸这个包包和抱枕套装的呢，新呢都会得到这么一张复印的图纸。在这个图纸上每一个格代表一针，也代表一行，像这样起42针，左右两边各加一针，每两行。左右两边各加一针，每两行左右两边各加一针，从42针一直加到52针，一直加到52针这个位置，加到52针之后往上不加针不减针，一直往上织，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左右两边每两行各减一针，每两行左右两边减一针，每两行左右两边减一针，
这样一直不停地剪，再剪回42针，就会成为这个头的位置。咱们现在开始从头开始学。首先呢是起针，将线绳呢多抻一些，因为起针起的特别多，要起40多针，所以呢那个叶子在这视频里呢就不起那么多了，就起几针给大家象征性的看一下方法。先把线绳挂在针上，左绕一下右绕一下，左绕一下右绕一下，左绕右绕，左绕右绕，咱们用这样的方式起42针。好，大家看一下，现在数一下针，叶子呢这个起了有18针左右吧，大家要起42针啊，42针要比这个长很多。从这样不会数针的呢，大家把这个毛毛一定要捋顺，1、2、3、4、5、6、7、8、9、10，用这种方式去数。然后咱们前两行织脸的时候，织这个头的时候呢，前两行不加针不减针，大家看一下啊，先织两行不加针不减针，正面呢只织正针，插针绕线，从上往下插针叫上，从上往下插针叫下针，也叫正针。从上往下插针绕线，织过来摘针，从上往下插针绕线，织回来摘针，一定不要忘记要摘针。这是正针，正面所有的编织，咱们这一集里边所有的编织正面全部织正针，反面全部织反针。好，这正面织完了，把它翻过来，这是反面，反面织反针，将针绕到线的下面，第一针可以反挑不织，然后从下往上插针叫上针，也叫反针，从下往上插针绕线，织回去摘针，插针绕线，织回去摘针，这叫反针。所有的反面呢全部织反针。好，翻过来，从现在开始呢就是每两行左右两边各加一针，咱们现在已经织了两行了，左右两边各加一针，每次加针呢是在正数的第二针和倒数的第二针上加针，减针也是在正数第二针和倒数第二针上减针，第一针正挑不织就可以，将这一张第二针的下方的线挑起来一根，随便挑起来一根，挂在左边的针上，挂在左边的针上，插针绕线，织回来摘针，然后开始织第二针，这样呢在第一针和第二针的中间等于多出来一针，就是被咱们加出来的这一针。然后全部用正针织过去，织到了倒数第二针，在倒数第二针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将第二针下方挑起来一针，挂在左边的针上，然后开始织正针。有人问了，看不太清楚具体是从哪儿挑起来呢，没关系，
你从哪儿挑都可以，因为叶子绒呢，这是一种绒绒线，你挑，你从哪一针挑起来加的针呢，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它不像是棉线或者是其他的线，挑的每一针都能看出来这个挑线的痕迹，这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反面呢，叶子就不再重复了，反面呢全部都是织反针，第一针反挑，然后织反针，好，又翻到了正面。咱们每次织到正面的时候呢，就继续再加针，用同样的方式，第一针正挑不织，从第二针的右边挑起来一针，挂在针上，然后插针，这样加针。用这种方式继续织，织到反面，织到倒数第二针的时候呢，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加针，这样子呢，不停的去加加加，咱们从42针一直加到52针，一直加到52针。好，叶子呢已经左右两边加了加了很多针，大家已经加够52针的时候呢，就开始加够52针之后，从这儿往上不加针不减针，不加针不减针，往上织24行，往上织24行。叶子这个图纸呢画的时候没数清格，叶子图纸呢是画了23行，大家往上织的时候是24行啊，这点要记住。正面呢还是正面织正针，反面织反针，这个呢是没有变化的。然后第一针正挑啊，正面织正针，反面织反针，织上24行。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记号别针，因为数行呢比较，这个线呢比较不容易数清楚，所以大家呢可以每织3-5行，或者每织6行、8行、10行，都可以拿记号别针呢，在这个行数的最边缘做个记号，这样呢就比较容易知道自己织了多少行了。每织4行，咱们可以做一个记号。好，大家继续往上织，叶子织好之后呢，教大家收针。反面都是织反针，是不加针不减针的。大家呢已经织够42行之后呢，现在开始教大家如何左右两边各减一针，继续织这个小样。左右两边各减一针呢，是第一针正挑不织，将第二针和第三针同时插针，同时插针，让线织回来，摘针，这样呢第二针和第三针呢就变成了一针，这个呢就是减针，这是在右边减针。然后在倒数的第二针和第三针上也用同样的方式减针，想买这个视频当中的毛线的亲们可以在淘宝上搜索完美叶子，然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家线了，在倒数的第二针和第三针这两针同时插针，绕线织回来，摘针，这样就完成了减针。反针不加针不减针，
就全部织反针就可以了。视频当中所用的毛线还有编织工具呢，在淘宝店里呢都会以编织套装的形式出现，大家可以直接拍一个套装，这样呢省得要配很多很多东西。如果不懂了的话呢，也可以问在线的客服。好，又该织回正面了。还是重复刚才的方式，织回正面之后重复刚才的方式，第一针正挑不织，将第二针和第三针同时插针，绕线。咱们就用这种方式呢继续减针，一直减回到42针，每两行减一次。其实这个每两行呢，就是每次织到正面的时候你去减就行了，反面不加不减，每次正好到正面正好是第二行。当大家呢已经又织回42针的时候，就开始收针。现在在正面，就是不停的减针减针，减回42针的时候收针。第一针正挑不织，织第二针，然后将后面这针挑过前面这一针，然后再织一针正针，右边呢就变成了两针，将后面这针挑过前面这针，就用这种方式收针。在织收针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织一针正针，这一针正针呢不要织得太紧，如果织得太紧的话呢，前面这个收的口呢就会特别的紧。咱们用这种方式把这个口全部收完。好，最后一针把针挑长一点，然后把线蹬断，将线头从这个线圈里穿过来，勒紧。现在看一下这个呢，就是阿狸这个头的位置，叶子织的这个呢比较小，大家织的呢应该是这么大的，这就是它的头。这个头的地方呢要织两片，要织两片。织好两片之后，咱们现在开始学织脸。这是阿狸的脸，大家跟我一块看一下图纸。因为加针和减针呢大家都会了，小阿狸呢是起20针，大的阿狸呢是起30针，然后都是往上织四行，不加针不减针，不加针不减针，大家也明白什么意思了。然后这个脸的右侧，然后呢通过起针方式加三针，给大家教一下这个起针方式加三针是怎么加的。叶子大家要起30针，叶子也就不起那么多了。2、3、4，起好针，然后呢正面织正针，反面织反针，咱们这样织上四行，先织上四行。好，织好四行后，叶子这个不够四行啊，大家那个四行要比叶子这个多。织好四行之后，然后呢在右边先起针方式加三针，将针插到第一针上，绕线织回来，
将右边的针挂在左边针上，这样呢就多了一针。再用同样的方式继续插针绕线挂在针上，这样就加了两针，插针绕线织回来挂在针上，这样呢就多出了三针。多出三针后，咱们开始正常的织正针。好，现在呢就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大家看一下，把它翻过来，用同样的方式，刚才左边的方式，插针织过来一针挂在针上，插针织过来一针挂在针上。好，这样呢咱们在这边也加了三针，现在开始织反针。反针全部织回去。这样就完成了左右两边起针加针。好，大家看一下是一个这样的形状。继续看图解。起完针之后，每两行左右两边各加一针，左右两边各加一针。这个左右两边各加一针呢，跟咱们这个头的加针方式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不停的加针，一直加到48针，这个位置是48针。好，加到48针之后呢，往上织，再织14行，不加针，不减针。织到14行之后呢，左右两边开始减针。现在呢，叶子呢织到这个位置，织到减针的位置呢，开始再教大家这个脸的上面这个位置是怎么织的。下边的位置大家都已经会了，就通过刚才的咱们学那个头的位置，继续加针，正挑，在正数第二针上加针，倒数第二针上加针。加到48针。好，现在呢叶子呢已经把这个脸的下半部都已经织好了，现在呢咱们开始学习如何织这个地方，这个眼睛上方的地方。大家仔细看一下图解。从这个地方呢减针呢，之前咱们都是每两行减一针，这回呢这个最外的边缘的地方都是每两行减两针，中间的位置呢都是减一针。这是大脸的位置，大阿狸的脸的位置，这个小阿狸脸呢都是左右两边呢都是减一针，左右两边都是减一针，全部都是减一针，没有减两针的地方，所以脸在这个地方呢是不一样的，其他地方是一样的。咱们现在看一下减两针，第一针正挑不织，然后两针并一针，这样就减了一针了。然后继续两针并一针，这样就减了两针。剩下的地方呢都是织正针，织到剩下5针的时候，然后呢好，剩下5针了，左边剩下5针，继续两针并一针，两针并一针，最后一针是正针，这样左右两边呢就各减了2针。翻回来，反面全部织反针，然后再翻过来，重复刚才那一行的编织方法。第一针正挑不织，两针并一针，再两针并一针，
然后全部是正针。然后最后五针，两针并一针，两针并一针。然后织反针，这回织反针就要注意了。大家看一下图纸，织反针的时候呢，咱们织17针，然后收针收8针。叶子这个小样呢，肯定不够那么多针数。好，大家呢织反针，织17针。好，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假设叶子这边呢已经够17针了，大家一定要织够17针，然后把线绕到后面。织够17针之后，把线绕到后面，织一针正针，再织一针正针，将后边这针挑到前面去，这是收针，这就收了一针，再织，收两针，再织，收3针。大家看，这就有一个洞。大家用这种方式呢，一共要收8针。在图纸上有收8针。收完8针之后，然后呢，等于反针呢全部再织回去。叶子这个呢，不能按这种方式收，收的太多了就不成比例了。大家要收8针。收完8针之后呢，剩下的这个叶子剩下没有几针了，大家剩下这边呢也是剩下17针，只要继续把线绕到前面来，继续织反针就可以了。继续织反针，然后咱们翻到正面看一下，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家中间这个洞呢会比我这个大很多，因为我这个才只有几针，大家那个洞呢是很大的。这样呢就会分成阿狸的左边，咱们继续往上织小尖，右边继续往上织小尖。叶子小样呢不够了，大家织了就可以了。右边减两针，减一针，减两针，减一针，减到剩下最后6针，收针。收针呢就跟咱们那个脸收针的方式是一样的，收针都是一样的。当右边都已经织好了，就当这边，这是右边，右边这边呢已经织好之后呢，把绳子剪断，再拿一根新的绳子，因为当右边都织完之后呢，这边就会成一个这个样子。这边呢没有绳子，再拿一根新的绳子，再拿一根新的绳子，然后呢继续先把第一针给织上，然后继续那个剪，左边呢是剪一针剪两针，剪一针剪两针，剪一针剪两针，是用这种方式，也是最后剪到了剩下6针，收针。全部收完之后呢，就是阿狸的这张大脸，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咱们现在开始学习如何织这个耳朵。好，咱们现在开始学习织这个耳朵。这一个耳朵呢，是由正反两片组成的。反片呢，就是一片纯红色的。正片呢，是两个颜色。咱们首先呢，先那个需要咱们在那个线球上，在毛线球上呢，绕出一些线来，多绕出一些线来，绕出一些线之后呢，给剪断，给剪断，然后在这个
绕出的这些线里边这个线头的地方呢，起针起上三针，然后再用这个脸这个颜色起针，起上14针，2、3、4、5、6、14针，然后呢再拿一根红线起上3针，这样呢加在一起就是3、14、3，等于一共是20针。咱们看一下图解，就是这个地方是3针，中间地方14针，然后3针，然后咱们就开始织，往上织4行，不加针不减针，织4行。咱们要学的呢主要是在换线上，加针减针呢大家都已经会了。第一针正针织一下，之后的正针就不用织了，都正挑就可以，只有第一行的第一针是正，是要织的。正针，这3针正针织完之后插针，将黄色的线将红色的线拿起，把黄色的线这叫奶白色，把奶白色的线拿起，把红色的线放下。一定要记住这是怎么放的，大家一定看清楚，红色黄色，黄色在下方，红色在上方，然后将红色松开，然后开始织奶白色，全部织正针。如果要是不按叶子这种方式去换线的话，你这颜色就会分开，就会不再挨着。看现在呢，这个红色和黄色中间呢是由一根绳蹬着的，是连在一起的。叶子在视频当中用到的所有的工具，在完美叶子的淘宝店里都会有卖，一定要找完美叶子淘宝店。然后再插针，现在黄色的这个奶白色也织完了，再插针，黄色拿起，再拿起红色，把黄色松开，再用红色织，好，这样就织完了正面。翻过来织反面，第一针反挑不织，第二针反针，反针，好，反针织完了，咱们开始要红色的地方织完了，开始奶白色插针，然后呢将线放到左边，拿起这个奶白色绕线，然后织反针，好，又要继续去织红色了，插针，把黄色的线放到左面，然后拿起红色的线，把红色线然后继续织反针，好，咱们织好了2行，然后继续往上织，继续再织2行，重复这个方式再织2行，
好，叶子呢已经织好了四行，现在呢咱们开始要剪针了。剪针呢跟咱们之前织头和脸是一样的，左右两边各剪一针，每两行左右两边各剪一针，一直剪到剩下四针为止。咱们看一下怎么剪。第一针还是正挑不织，然后两针并一针，两针并一针，这样呢红色的线呢就变成了两针，在这个奶白色上再织一针红色。咱们要永远保持这个红色呢是有三针的状况，不管怎么织都要保，怎么剪都要保持有三针。现在够三针了，再插针换线。咱们每次换线的时候，记得把换的线呢蹬一蹬，蹬紧一点。这样呢奶白色呢上方呢就变成了红针，这样子这个中间的位置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小。直到剩下最后一针奶白色时，插针换线。然后两针并一针，反过来，反面呢跟刚才咱们织的方法呢是一模一样的，只有在正面上呢是用这种方式去剪针。咱们用这种方式剪针的方式呢一直往上织，织到把这个黄颜色把这个奶白色织到一针都没有了为止。咱们往上织，然后叶子给大家织到这个黄色快没有的位置。当不停的剪针，已经把这个耳朵芯的位置呢剩下两针的时候，大家就注意了，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这个颜色就不织了。第一针正挑，两针并一针，然后呢黄颜色的地方呢全部织过去，倒数第二针第三针两针并一针。好，这样呢这个芯的位置呢就没有用了，而这个红色呢左边这根短线的红色呢就一直负责这边这条红色的线呢也没有用了，这两个线呢就可以剪断了。咱们现在就用这一根主线去织就可以了，反面还是全部织反针。现在剩下六针，继续再剪，把它剪到剩下四针。好，现在呢就已经剩下四针了，翻过来把线绳弄断。这四针呢咱们这样，第一针给挑开，针插进去，把线织过来，摘针，插针，把线织过来，插针，把线织过来。好，这样呢耳朵的地方就好了。这是带颜色的地方，然后呢用同样的方式全部用红颜色，就通过
前四行不加针不减针，然后每两行左右两边各减一针，左右两边各减一针，每两行减一针，每两行左右减一针，哎，就用纯色再织一个一模一样的，将前片和后片缝在一起，缝好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呢柚子教大家如何缝合，咱们可以先把这个耳朵尖儿这块都是有线绳的，前片后片可以将耳朵尖这个位置呢先给系在一起，然后把线放在这个里面，要放在这两片中间的位置，然后拿缝衣针从中间插针呢，是因为可以将这个线头呢缝在里面，这时候是线在外面，然后再从中间插后边这一片，再从中间插前面这片，用这种方式来缝合。一会儿缝阿狸的头的时候呢也是用一样的方式，但缝阿狸脸不是用这种方式。这是阿狸的头，前片和后片呢缝的方式呢是和耳朵的缝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用这种方式。叶子把这个耳朵缝好了之后教大家如何缝脸。好，这个耳朵呢已经缝完了，这有一大堆线头都可以不用管，把线头咱们在那个把耳朵缝到头上的时候呢把线头都可以塞到耳朵里边就可以了。好，现在呢咱们开始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好，将这个阿狸的正面都冲外翻过来，这也是正面，把反面呢都冲里，然后呢都对好，对好后把脸也放上来，现在呢脸还是空的，在把脸缝到这个头上之前咱们要先把眼睛鼻子给粘上，建议大家呢可以买这种棒棒胶，这种橡胶用火去烧，烧完之后呢它就会融化，涂在这上面，涂好后把它贴在这个阿狸的这个脸上，这个脸呢可以这个眼睛可以最后贴，鼻子呢要提前的缝在这上面，将线呢从鼻子里鼻子这块给穿进去，穿进去之后找好这个位置，将线绳呢弄过来，穿过来之后呢比对一下看它这个鼻子有没有歪，如果要是不歪就把后边的线绳呢可以打个结，这样就不会掉了。好，穿好后先把这个脸缝在第一片头上，
缝的时候呢，那时候这线呢要多蹬点，因为这个脸呢比较长啊，这个脸缝的呢要比较多。也可以单股缝，不一定都要用双股。咱们从左边开始缝。首先呢把这个脸呢找好这个位置。找好这个位置后呢，用这个缝衣针把脸呢给固定上。因为缝衣针一套里边呢有很多根儿。然后把这个脸，为了别歪了，别缝歪，咱们可以把这个脸先固定上。然后上边也用一根缝衣针，没有缝衣针用记号别针。这样子呢咱们缝的时候就不容易缝歪。给弄成这个样子之后开始缝，从下边插针。为了让它缝的呢就是看不出来有缝的痕迹，大家在缝的时候呢要注意是沿着这个边缝，不要缝到外面去，这样缝。像这个有这个线路的，是咱们在这个地方加过针的，需要把这个线路缝出来。叶子把整张脸缝完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叶子已经把这个脸呢缝好了，然后呢再将整个这个头的前片后片呢也缝在起来，将耳朵也缝上。缝完之后呢，叶子教大家如何编这个背包带。叶子呢现在教大家如何做这个背包带，这是一个圆形的背包带。首先呢拿这个红色的线撑出1.5米，撑1.5米，然后对折，然后剪断。像这样对折，就是对折这个绳子呢，咱们需要用四根，因为这个线绳呢，红色呢可能有绒绒，看的不是很清楚。叶子呢，拿几根植物棉来代替，就像然后就当这一根是1.5米，把它们都对折，是对折后1.5米啊，大家要记住，是对折后。就是这个长度应该是1.5米，然后需要用四根儿，将四根儿打一个结儿，系上一个结儿，然后呢，把这四根呢都夹在这个左手食指和中指中间，将这四根呢
分向四个方位，嗯，这样拿住，将上面这根压到左边这根上，左边压到右边这根上，右边压到上面这根上，将上面这根呢穿过这个洞，然后将这四根绳蹬紧，它呢就在中间打成了一个田字格，然后不停地重复这个步骤，上落左，左压下，下压上，将上边这根穿过左边这个环，然后呢双手蹬住这四根绳给蹬紧，然后不停地重复，压压到这根，压到这根，将这根穿过，不停的这么去编，就会编成一个这样圆绳子。好，现在开始织这个阿狸下半身。如果要是做抱枕的话呢，可以给阿狸安一个小身子，如果背包的话可以不用加。这小身子非常简单，起针，咱们起六针，起八针好了，起八，咱们起八针，然后织一个小长条，起八针，织一个小长条，正面织正针，反面织反针就可以。这个身子呢，织个20多行就可以了。这个没有规定，想织多少织多少。织完，这是反面，大家就会注意到，正面的时候呢，它会向里窝，反面呢，它是向外窝。咱们把它这个对折。这身子小一点没关系，因为是一个装饰性的身子。然后呢，安在这个鼻子的下方。按在这个鼻子的下方这个位置就可以了，现在这个大小合适，合适呢就可以收针。这根绳呢稍微长一点，咱们可以用这根绳去缝，把它蹬过来，然后穿上缝衣针，这一头穿上缝衣针就可以把它缝在这上面，缝呢叶子就不重复了，然后呢留出一根小线绳放在屁股的位置，放在这下方来做这个阿狸的小尾巴。好，跟大家说一下，图纸呢叶子又稍微刚刚又添了点东西，因为发现就是起针的时候呢直接起针，就是红的黄的红的的话，缝的时候这个耳朵的位置会有明显的被缝的痕迹，是一道一道的，不太好看。叶子给改了一下，起针的时候呢大家直接用红颜色的线直接起20针，然后呢织两行，织一行正，织一行反，回来之后再织三针红的，然后织14针这个颜色，脸这个颜色，然后再织三针红，剩下就跟以前咱们刚才视频教的是一样，只不过起针的时候用纯红色来起针，这样用纯红色起针的话，缝耳朵的地方呢就不会就不会有明显的这个被缝过的痕迹了。耳朵缝上之后呢，如果咱们要当抱枕，就往里边呢装很多的那个泡泡棉，在叶子的店面也会有卖的，装上泡泡棉。如果是包包的话，咱们就把这两根绳缝到两个耳朵这个后边的位置，咱们拿线绳把它们都缝在里面。
啊，然后呢，咱们在这个帽子的正上方呢，按一条拉锁，红色的，在这个位置。缝的时候呢，要从底端开始缝，缝在上面，这样缝。像拉锁这个比较长，缝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把拉锁这些地方呢给绞断，直接给绞断，然后用拉锁卡子给固定上，这样这个拉锁呢就拉到这个位置，就不会再过去了。缝上拉锁，再拉锁打开，在缝上拉锁之后呢，拉锁打开，将这两根绳缝在这个耳朵的下方，左边缝一个，右边缝一个，这两根呢缝在这边，这样呢把拉锁拉开就可以当一个小背包，然后把这个背包绳塞到里面，并且塞上泡泡棉，把拉锁拉上，这样呢就可以成为一个小抱枕，这样呢就是勾好一个产品呢就可以有两用。好了，咱们的视频呢就教到这里，大家如果还有什么不懂不会的地方呢，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完美叶子杠黄婷，并且后面加微的才是我哦。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发问。视频当中所有的产品呢都可以到完美叶子的淘宝店上去购买，淘宝店的地址呢就在视频的下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长大了有志气，不冲人发脾气，吃饭是有霸气，对朋友交义气，忍耐是有骨气，虽学习不咋地，学习还是很争气。这个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再不关心小乔是不是隔壁班漫画的表弟，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因为听说他的直选范围只有这里。每天能看见欧巴妈的笑脸，幸福的感觉只是一直在你身边，美丽的画面我们去实现，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